Super Junior 率同门争日 ，BoA 过气装吓人。由当红偶像团体 Super Junior、少女时代、东方神起、Shiny 和 FX 领军的 SM Town 演唱会，二号起连续三场累积150,000粉丝。结尾露脸的歌手 BoA、HOT 前成员安七炫、金敏中和天上智喜，沾晚辈的光，站上东京巨蛋的舞台，一字排开，总共有36位歌手。솔직히저희가이런공연장에서열심히공연할수있는것은우리선배님들께서부하선배님도계시고동방신기선배님도계시고이선배님들께서정말열심히잘해주셨기때문에저희가정말편안하게할수있을거라생각이들고요그리고车祸受伤缺席演唱会，少女时代八缺一，舞台魅力不减。정말많은분들이저희에게집중해주시는만큼좀더책임감을더갖게되고또좀더즐기는마음으로더열심히해야겠다는생각이듭니다吊钢丝耍帅，允浩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SM Town in Tokyo で、東京の新しい曲が本当に初めて見せましたけど、思ったより評判が良く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今日も本当に頑張っていき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그런무대를이제이번활동을하면서다른선배님들그리고후배님들과함께설수있다는것에대해서너무영광이고FX 明年将到日本发展，他们搭前辈的顺风车，先试人气。韩流元老 BoA 浓妆艳抹，大红色的口红和西装外套，让她显得十分老气。跟青春洋溢的少女时代比起来，她就像过气的老艺人。苹果娱乐新闻，人多好办事报道。